由多伦多总教区属下华人圣职牧民议会主办，生命恩泉筹办的慈悲禧年加拿大华人公教徒大会，将会在2016年1月2号星期六在多伦多的 Canada Christian College 举行。这一次大会是加拿大首次同类型的大型华人公教徒大会，我们十分荣幸能够邀请教廷万民福音传播部秘书长韩大辉总主教担任大会首席讲者和弥撒主礼。其他讲者包括程明聪神父、乌维扬执事和马杰执事。诚邀各位参加，等我们在新年一起加深了解慈悲禧年的意义。查询有关详情和购票，请浏览 conference.fll.cc 或者是致电905-707-7800。座位有限，请从速购票。